我们绝对尊重内政委员会高金素梅交委的排案权，但是对于专案报告的命题文字是否带有预设立场、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，当然可以讨论，也值得商榷。立法院有相当多的案例可循，就在这个会期刚上路的时安专报，民主进步党曾经针对专案报告的主题文字提出修正的要求，那也在韩国瑜院长的协助裁示之下，将整个专报的主题调整为更为中性，没有预设前提的文字表述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案例。我们相信高金素梅委员会有雅量来接受不同的意见，我们也期待在野党不要因此而造成了周一内政委员会的议事延宕，不要把这样一个文字调整的事件无限上纲，成为杯葛议事进行的借口跟理由。民主进步党的立委绝对会充分准备专业问政，也会采取来力挺国家海巡弟兄合法正当执法的这个立场。我们也相信透过专业的问政，能够将整个事件的原委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国人面前。我们将采取甲级动员，我们会要求内政委员会民进党的委员全力备战，在专业问政、理性论述的部分，我们要拿出最好的表现，我们要力挺国家的执法，我们要捍卫台湾的海域管辖权，更要来遵守、尊重台湾的司法管辖。